伊嘎拉酒，晚安。大家晚上好，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两周了，大家都有哪些新年计划呢？我今年年初的计划是找房子和搬家，因为不熟悉在日本租房的程序，所以我打算提前开始准备，争取在三月份搬入新家。遇到搬家这样麻烦的事情，总是会让人想要拖延逃避呢。但只要提前做好计划，再按照计划一步步着手，再复杂的事情也能逐步完成。新的一年，希望自己克服拖延，慢慢进步。也希望世界各地的疫情都能逐渐好转，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能有机会与亲人团聚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大家晚安。